洗漱用品。弟弟，你早晨起床还没有洗脸刷牙吧？没有啊。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每天早晨起床一定要记着洗脸刷牙。姥姥，我想吃饭。洗漱完后再吃饭，你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才行。姥姥，我每天起床都很饿，没有力气洗漱。这……姥姥，我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您就让我先吃饭吧。好好，你快吃吧，别饿坏了。老婆子，什么事啊？今天的事啊，你做得不太妥当。弟弟不洗漱，你不该纵容他。弟弟正在长身体的时候，别饿坏了孩子。弟弟是在试探你的底线，孩子的恶习一定要尽早去除。要是孩子一撒娇，你就纵容他，以后就再也教育不了他了。明天不管弟弟说什么，我都要他洗漱完毕再吃饭。小宠哥，我们应该帮弟弟养成早晚刷牙洗脸的好习惯，你说对吗？没错。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早晚不洗漱，时间长了对自身会有很多恶果。是啊，我们不能等弟弟尝了恶果才劝说他吧。他不尝到恶果怕是很难改正。你是想让恶果提前发生？弟弟，快起床！今天妈妈休息，带你去公园玩。啊，弟弟，你的脸，我的脸怎么了？弟弟，你的牙，我的牙，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？妈妈带你去医院。我不去医院，我怕打针。你生病了，一定要去医院看，不然的话，你的病怎么会好啊？小宠哥，他一定有办法。小宠哥会治病吗？怎么了，弟弟？好疼啊！把嘴张开。弟弟没事吧？他的脸上和牙齿上聚集了大量的毒素。啊，弟弟又没有乱吃东西，怎么会中毒呢？我想是因为他常常不刷牙洗脸，导致大量毒素聚集，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啊，那怎么办？别急，我有办法。只要替替用这支牙膏和这瓶洗面乳，每天早晚坚持洗脸刷牙，毒素就会慢慢消散。这太容易了。未必。替替，你一定能坚持，对吧？我能坚持。弟弟，别怕，这牙膏和洗面乳是用来化毒的，难免有些疼痛。弟弟，你忍得住吗？
我忍得住。弟弟，你的脸还没好，应该好好在家调养。我在家待了那么久了，想出来透透风。你小心一点，不要再被病毒感染了。我会小心的。弟弟，我们去菜市场买东西，菜市场人多，你就别进去了，在这等着我们吧，好吗？好的，你们去吧。你是弟弟？不是我呀。这么热的天，你用围巾包着脸干什么？我知道了，你是在装扮外星人，对不对？不是啊。外星人休要猖狂，我是地球勇士，我要揭开你的真面目。外星人，不要跑！地球勇士，我在这儿。又来了一个外星人，休走！我一定多多刷牙洗脸，让我的脸早日好起来。弟弟，不是姥姥眼花，你脸上的痘痘真的又变大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是不是你最近没有按时洗脸刷牙？不是啊，我每天早晚都洗脸刷牙的。可是你洗脸刷牙的时候并不认真。那我认真一些不就行了？凡事都要认真，不能流于形式，更不能浪费。每天洗漱不仅仅是洗去身体上的尘垢，更是提醒自己洗去内心的尘垢，洗去自己的坏习气。老爷，我知道错了。爷爷，爷爷。小宠哥，你还有这种牙膏和洗面乳吗？一份不够你用的吗？我没有省着用，把它们用完了。不会的，他们是用之不尽的呀。用之不尽？不是吧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不爱护他们，浪费他们，他们才会消失的。那我怎么做，他们才会再出现呢？爱物者，物恒爱之。爱护自己的牙齿，牙齿就会健康。同样的，爱护牙膏和洗面乳，他们就会用得持久。对不起，我过去没有珍惜你们，你们能原谅我吗？他们又回来了，他们又回来了，他们又回来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起，替替，又是你，上次被你逃掉了，这一回我一定要揭开你的真面目。替替，你干嘛不让人看你的脸啊？牛牛，你不要为难替替。替替他怎么了？他常常不刷牙洗脸，脸上起了很严重的痘痘。别乱说了，我一周刷一次牙，洗两次脸，脸上也没起痘痘啊。哥哥说的是真的。我怎么了？你脸上的痘痘全消失了。啊，真的？太好了。你们说的是真的？是真的，那些痘痘可恐怖了。那么严重？不行，我要马上回去刷牙洗脸。小朋友们，看了今天的故事，你们有什么收获呢？对，一定要养成早晚刷牙洗脸的好习惯，这样不仅能保证牙齿的健康，还会给人留下干净的印象，有利于人际关系的交往，增强自己的信心。你们记住了吗？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下次再见。我的脸啊。